现在是我在我金宝家乡，现在是朝早7:30。今天为什么要这么早起床？因为要介绍大家金宝最好吃的早餐。早餐是天都未降，7:30最早起床的一天。现在我们第一站就要带大家去看最好吃金宝早餐猪肠粉，超正。阿哥冒晒咗9:00，咁我哋依家订住先得冇啊？阿哥的豬腸粉太好賣了，賣完了，稍後我們再倒回去拿。現在我就帶大家去下一站金寶巴沙。超正的豬腸粉，名記豬腸粉。我哋金寶巴沙糯米飯，依家就係要試一下依、這個哇超正蝦米名記豬腸粉，佢哋係用嗰個米嚟磨成嘅，食一啖。自己親手。嘅豬腸粉係真係唔同啲噶，佢個蝦味哇好多料，佢都好脆好多，好香。好正喎！跟住咧，依家試一下依個叉燒花生糯米飯。我哋嘅金寶叉燒糯米飯係同劇歐嘅唔一樣，劇歐係冇叉燒，我哋金寶係有叉燒同埋花生。試一啖，淋啲咖喱水，超正。好好食，配搭埋叉燒。冇咖喱片好食過。正啊！